你知道是谁曾挤下王力宏成为中国的微博一哥？他是李开复，纯凭有感的内容，新浪微博粉丝数突破5000万。回溯他的背景，台湾出生，美国求学工作，2005年替 Google 在中国开疆拓土，2009年在北京设创新工厂，协助年轻人创业。李开复是华人圈中少数能了解美国又洞察中国的人，他难得在台湾分享多年观察中国的心得。今天中国大陆如果在过去25年创造了什么奇迹，我觉得这个勤奋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的因素啊。当然跟勤奋相关的是饥渴了，是 hunger， 是 the hunger for success。就像台湾可能30-40年前我们看到这样的 hunger， 那么在大陆呢，现在依然还有这样的 hunger。台湾创业者跟大陆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个格局感，这样的格局感就是说我豁出去了，就是我就是要做要赌就赌一把大的，然后不成功变成人，然后要做就要改变世界。你落后没有关系，我落后反而能够跑得更快，可以 leapfrog。 你10年前跑得越快，今天反而给你越大的障碍，因为已经很方便了嘛，已经80分了，我干嘛要90分呢？在一个国家如果是0分的话，就直接跳到90分。因为科技，世界不断被颠覆。李开复疾呼，未来5年将由年轻人领导世界，他们的新创公司将会席卷许多产业既有的商业模式。